请问今天的历史题目是什么？勾践复国 Part 2。这个勾践呢，自从成了吴王的大便之后，他就受到吴王的允许，因为吴王的病果然在三天后好了。这勾践呢，就在离别会之中呢，做了一首很拍马屁的诗。这伍子胥气到不行，他就一拍桌子大骂，想真是够了，拂袖而去。这个伯嚭呢就说，王你看伍子胥这样子走了，对你很不尊敬，对不对啊？王就说，是啊，伍子胥这家伙对我越来越没有礼貌了。勾践这时候就想啊，哼哼，真是大快人心啊。回国之后呢，勾践啊就想，就请啊范蠡帮他出谋划策。范蠡就说，十年生计，十年教训，我们呢等20年当然不是白等，是松懈吴国的戒心，把越国的木头啊给吴王盖姑苏台。这姑苏台是什么玩意儿？姑苏台现在已经没有了，但是当时吴王夫差想要盖个姑苏台。这个吴王夫差啊，他就想，哼哼，我们一定可以统一天下，成为霸主的，哈哈哈！他就想啊，不如在越国征收一个美女吧，哈哈哈！就吴王夫差说做就做，征收了一个美女，她叫做西施。沉鱼与落雁，闭月羞花，美姿太太，是不是？没有了，她就很美丽呀。其实这也是越国的阴谋。西施到了吴国之后呢，就用重金收买吴国的大臣，想要把吴国的那个办理事情的态度搞到最低，帮越国杀掉伍子胥。西施，话说西施想要杀掉伍子胥，这吴王啊就把伍子胥呢，西施就给吴王出了一个主意，如果想要盖姑苏台的话，就叫伍子胥出使各国，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阻止你了啦。伍子胥没有办法，只好组成了一个3年游各国的计划。这吴王啊，就趁着3年，轰一下子，姑苏台盖好了。然后啊，越国还送了很多金子给伯嚭，叫伯嚭一定要帮忙西施杀了伍子胥。这勾践啊，每一天啊都睡在柴棚上面，然后每一天都吃猪胆，猪胆是苦的，所以他要，这个意思是叫勾践不要忘记这个苦，不要忘记被吴国俘虏之苦。结果这个越国啊，训练精兵已经变成南部最有势力的国家了，而吴国还沾沾自喜说，哼，越国在那里弄什么弄啊，最后还不是臣服于我们，哼，我们是最强的。果然把伍子胥搞到一边之后，西施啊再给吴王一个最后的绝招，他们首先传出一个伍子胥反叛的风波来，但是所有的将军都不相信伍子胥反叛，
所以反叛的计谋失败了。这西施啊，就对夫差说：“有什么难的，看我的。”他就把一把名剑——蜀篓之剑拿了过来，他就说：“大王，你只要把这把剑拿给伍子胥，伍子胥就会自杀了。”终于，伍子胥是自杀了，但是西施呢？西施想啊，终于啊，伍子胥是自杀了嘛？但是西施想啊，哪一天吴国被灭，他也要跟着自杀，他也要拿着那一支蜀篓之剑自杀，因为他觉得他很佩服伍子胥的那个正气凛然，死都不改面不改色，然后不再眷恋人世。但是这吴国呢，还是一样沾沾自喜，瞧不起别的国家。果然在几年之后，在一年之后呢，入侵齐国，给越国一个攻打姑苏的好机会。那么 Part 2就讲到这儿。